知道吗？其实我最最喜欢的一项运动就是足球，但是呢，今天呢，我是想问你一个问题：作为女生的话，你平常会踢足球吗？我其实平时倒不会，但是其实这有一个梗，因为我小的时候我本身是练体育的，我是练游泳的。哦。然后呢，小的时候因为练游泳的体能很好，后来进到那个小学的时候，就真的被足球的那种教练员相中了。对，有也不算相中，就是觉得还看起来还是不错，希望可能希望我作为颜值最高。哦。什么鬼？然后就让我去那个试着踢足球，因为试训。对的，因为小女生的去的话，要第一门，我记得当时是要练习射门。练习射门，当时怎么样感觉？就是太小，你知道吗？就只是走到前面以后助跑，然后就会有一个这个动作，然后踢的是能踢得进去，因为你离得很近，但是没有那种射门就是从很远，然后一下子酣畅淋漓的感觉。对对 对，没有。但是我是觉得现在偶尔的话会去看一些足球的一些比赛，但是自己倒很少去玩。那我相信呢，接下来真的是对你来讲是一个福音了，因为呢，你可以尽情的享受FIFA Online 3给你带来的无穷的足球乐趣。那FIFA Online 3呢，作为中国第一体育网游，在今年 TGC 的舞台上，将会给各位玩家带来三大惊喜。那首先呢，让我们来一起欣赏一场信息量非常大的花式足球表演，有请。有请。Let's get high right now. We don't give a damn about money. We alive right now. All we do is party, and get high right now. Shot, I'ma take another shot. I get a check when I party so the money don't stop. Girl want me, just watch, she gon' love it off top. Man, this big homie fly like bow. I'ma need y'all to turn the poke up now. I'ma need y'all to roll a blunt up now. I'ma need y'all to fill your cup up now. I'ma need y'all to wild out, get down, do it again. Lost my mind, I'ma lose it again. Girl so fine, need you and a friend. Got a camera in the light, let the movie begin. Like action.谢谢，哇哦，谢谢几位非常精彩的花式足球表演。怎么样，豆豆？今天结束之后去踢场足球吧。信息量很大。信息量真的很大。那其实呢，FIFA Online 3自从四月正式公测以来，已经成为中国足球迷们最最喜爱的一项运动了。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腾讯互动娱乐合作产品部助理总经理丁毅先生，上海上港足球队队长、中国国足功勋成员孙翔先生，一起为我们揭晓 FIFA Online 3的全新版本内幕。有请两位。哇哦，掌声有请。好的，欢迎孙翔。那我们知道，孙翔是上港的队长，今年上港在中超取得了亚军这样一个比较好的成绩，而且也获得了明年亚冠的资格。对，在这里我们祝贺一下。然后，孙翔作为队长也是功不可没的。对，我觉得应该是全队上下努力的结果，特别是球迷朋友们对我们的大力支持。我也希望和大家一起在明年的亚冠杯赛和联赛的赛场上取得比今年更好的成绩。我听说上港有很多的球员也在玩我们 FIFA Online 3的游戏，是这样的吗？是的，我们球员之间玩的足球游戏能够增加彼此的默契程度。我听说今天 FIFA Online 3有很多大的新闻要公布，非常期待。是的，我们今天在这里要分享的版本内容可以说是FIFA Online 3自公测以来最重要的一个版本。对，那这个版本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孙翔今天能够在这里跟我们一起来揭晓。首先要看一下这个版本的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全新的一个游戏引擎。那这个引擎呢，会给到玩家更加逼真、更带感的一个体验，也是我们的开发商 EA 为了中国的玩家的一些习惯而专门去开发的。最喜欢FIFA Online 3的一点就是它足够真实，引擎更新后一定能吸引更多的足球爱好者来玩这款游戏。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更新后的游戏是什么样的吧，请看大屏幕。那从视频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游戏引擎更新以后，画面是更加的精致流畅了，然后进攻和防守的 AI 也是更加智能，而且球员的数据跟现实世界也是完全同步的。对，我玩足球游戏最看重的就是画面和智能 AI 的操作。对，所以这个引擎实际上是就相当于是FIFA Online 4了。那在这里呢，这个孙翔你也不用先激动，我们还有第二个惊喜。对，那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知道就是说大家用手机可以每天去刷朋友圈，可以去看新闻，但是呢我们还能够做些其他的什么呢？相信有球迷已经可以猜到了，我们用手机还可以玩我们的FIFA Online 3游戏了，也就是我们FIFA Online 3的手游版FIFA Online 3 Mobile。 请大家先观赏一段视频来感受一下我们的手游版。想要踢好球，首先要成为一名教练，当然要选择强有力的球员。哦，梅西这个不错，见证一下更强大的梅西吧，这种程度刚刚好。接下来去看一下球场，根据我的战略设定战术。精彩的比赛即将开始，准备好了吗？
放不下的热爱 FIFA Online 3 Mobile。这款游戏看上去挺不错的。是的，而且这款手游还有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它和 PC 客户端的数据是完全同步的。这代表我用手机玩的 FO3M 数据和电脑是同步的吗？没错，也就是说我们以后不用坐在电脑前才能玩我们的游戏，我们其实可以用手机在地铁里面，在公交车上，甚至是在洗手间里面都可以玩我们的游戏了。太好了，以后不愁没时间上线了。那第三个惊喜又是什么呢？前面两个已经超级给力了。 OK， 第三个惊喜我想问一下孙翔，看到这个会想到什么？曼联队啊，曼联。 OK， 对，就看我今天穿的球衣也知道，就是我们第三个惊喜其实是有关曼联的。对，那我们知道就是对于英超，对于曼联俱乐部，其实是很多中国玩家心中的挚爱。对，所以我们今天第三个惊喜就是有关曼联，有关我们九二黄金一代，有关这些传奇球星。对，作为职业球员，曼联俱乐部一直是我们心目中的梦想。作为我来说，特别喜欢以吉格斯为代表的九二一代，特别是吉格斯吧，他从年轻球员到退役，在做教练，一直在一个俱乐部效力，我觉得是我学习的榜样。特别是在曼联俱乐部的博物馆里有他自己的荣誉陈列室，我觉得这个地位是非常高的。啊，看来孙翔最喜欢的是吉格斯。吉格斯，对。啊，我还以为你最喜欢的会是内维尔兄弟，因为你哥也是踢球的，你们俩兄弟这一点跟他们很像。但是因为吉格斯是左脚嘛，而且他那个风格，对对对，我也是左撇子。OK， 对。所以在十二月份，我们游戏内就会正式的植入斯科尔斯、吉格斯、内维尔兄弟还有巴特这几位曼联九二一代的黄金球员。当我在荷兰踢球的时候，他们这批球员还在英超和欧洲赛场上叱咤嘛。现在能够很有幸在游戏里可以用他们来为我比赛了，感觉无比的幸福。是这样的，而且我们还专门派人去英国找这几位球员录了一段视频，他们其实也有很多话想给中国的玩家说。但是这个视频我们今天就先不公布了，我们到十二月份再给大家观赏。所以十二月份对于 FIFA Online 3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届时我们会通过全新的游戏引擎，还有我们的手游版，也就是 FIFA Online 3 Mobile， 以及我们植入游戏内的曼联的九二黄金一代球员，来共同缔造我们 FIFA Online 3的 3M 时代，热爱新生。对，最后也是在这里要感谢大家所有的人对于FIFA Online 3一直以来的热爱和支持，也预祝孙翔队长明年能够带领上港取得更好的成绩。谢谢。好的，谢谢泰勒，谢谢孙翔，请两位留步。哇，真的是非常劲爆的三重大消息，听得我也是内心非常的激动，因为我也特别的喜欢踢足球。那接下来呢，有请两位在我们的 FIFA Online 3的球衣上共同签名，见证这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可以吗？那有请兜兜将我们的球衣和签名笔拿到两位的身边。好，有请孙翔和有请泰勒。哇，也请现场的所有媒体朋友们、玩家朋友们可以共同举起手机中的相机，记录下这个非常值得铭记的时刻。那 FIFA Online 3呢，也是一款非常好玩的游戏，也希望大家可以尽情的享受足球运动所带来的无穷魅力。好，有请两位共同手持球衣来到舞台的中央。好，也请我们现场的所有媒体朋友可以共同记录下这个时刻，让我们数三二一，摁下快门。谢谢两位，谢谢孙翔，谢谢 Taylor， 谢谢。那喜爱孙翔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等一下呢，孙翔会到我们主舞台右侧的这个 FIFA Online 3的展区和各位的玩家朋友呢进行互动。所以呢，请大家呢在欣赏完我们主舞台的各项活动之后，可以移步至我们的各个展区，享受游戏所带来的无穷魅力。那